Yeah.
哎，掏出我们的骰子，哇哦，哦，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还是点数一，啊，非常可惜啊，不过也是比较幸运的啦。
你能看得出来？挺明显的啊，就是偏胸贴了吧？会问问，贴不贴？
这就是那个超能勇士那个是吧？啊，这这个是。
当年我为什么没有从事摄影行业呢？是吧？学，我去学摄影去，我操！我们是走呗，回去。我给你骗过来了，他妈的被放鸽子了，又被他们给骗了。排队去吧，要排队吗？我看，我看，金霞也可以。用这地方。这不用排队，可以。这是哪个版本的黑豹？这不对劲啊！这是黑豹吗？啊？是不是新出那部电影啊？我都没看。我挺喜欢这个角色的，金属的，这个贵。金属，亮黄牙。你这老照片不行，那个背影比较好。蝙蝠侠不是 DC 啊？这是 DC 啊？这不是漫威吗？这个是 DC， 那个是漫威啊？分开了。它合一起来了呗，反正就。对啊。漫威是不是把 DC 给收购了？没有，那不可能，没那么夸张。DC 虽然现在不太行，但是市值还是挺高的。蝙蝠侠，好，你看这个大呀！如此威，这是老蝙蝠侠。那个是那个蜘蛛，不，那个闪电侠，嗯，是最新拍的一部 DC 闪电侠，漫威也有闪电侠，漫威哪儿的闪电侠？漫威有 Flash， 不是快银吗？快银死了，就是他有同一个角色，他俩是，都叫 Flash。站的是错的。
个还要光剑是吧？行啊，中国不太行。原力感受，原力光剑，感受宇宙的原力，原力激光剑。五个马六条。精细手办不是 AV， 我操，这怎么样？魔动盒，这边都是卖这些东西的，我好多这种扭蛋机，这是万代的，四处都是这些东西。我这个玩的就是扭出来的，这个小孙悟空。每抽随机掉落以下三到五件不算品类。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最坑的是那个抓娃娃机，我当时抓了好多钱。没抓出来，我就是我那钱能直接买好几个了。他这没什么好的主题呀、啊，这龙珠的还行啊。你看，它是500日元，300日元。300日元相当于30块钱，12块钱。这个你玩过吗？这个游戏，这叫什么？哎，叫什么来着？就是什么什么自动人形那个啊，尼尔纪元。尼尔工业纪元，自动人形的。私なんか興味ないと思ってた。一人ぼっち。ぼっちちゃんは？こんな優しい人が見てあげくれて声をかけてくれた。お父さん、ぼっちちゃん。ぼっち。ぼっちです。現実は怖い。でも。これから楽しいことがたくさん待っている気がする。这个我看一下，
这都还没，哦，都还没上色。上帝之鞭，名儿起得好啊！上帝之鞭，鞭呢？鞭这个，鞭，我这是上色了，四分钱。这是国货，一看就国货。哎，不爽，别花钱，别花钱，一点都不爽。看这个。这个应该是正版的，全是国外是干了两年，能不能全景岗？前人说错，你能不能说背景照片？这不太对呀，这两个不太对呀。
进去是吗？这是抽卡的，抽闪卡的。你听说过什么小浣熊学说话、酒吧抽烟卡吗？就是一个东西，你一个性质。卖的还挺贵的，都好几百一张。那为什么不直接找个厂家做一个？你开门都开不出来，不给你开门。差不多了，就刚刚一把这个娃擦掉了。有些东西，你要不喜欢理解不了。嗯。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同时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接下来呢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上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三星的官方的直播间。那这一个官方直播间的福利是仅面向于所有在我们家转在我们三星三星实验室展台的朋友们所能拿到的在直播间的福利。其他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可能是没有的，所以接下来大家的导播老师来揭晓我们官方直播间的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如果说对我们三星的产品感兴趣或者说想了解的话啊，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
三点。哎，不好意思，手办，看看能不能有入了眼呢？抽奖去了，那是什么吧？我想抽一个百家里，它也是个标志。对，走过路的，逛过了。嗯，我小时候有好多这种小吃，就是一板一板的。走过那机器狗看到我就知道了，逛过了，逛过了是吧？啊、哦，又是一套路。点进去你就知道了，要不试一下？他卖东西是不是起步他妈七八千的？我操！然后给你来个500元，现在这个优惠券。美少女战士，水冰月，这个你知道吗？啊，这个不是，美少女战士，啊，那个不知道。我小时候的，我看。哎，我看过呀。水冰月，我代表月亮制裁你。我最爱看的就是他们变身那个画面。那个女的是花篮篮小萝莉。对，看吧。
机吗？有啊，我看了他们那个京东旗舰店那个整机的评价，不是说很好。京东所有商品，哪家基本都有差评。对，都是笔记本。挺出名的，是一个东北，是一个东北，一个东北大哥。啊、嗯。
深吗？是哪个？是这个还是那个？应该是这个的吧。我看我看妹子，深吗？应该是这个，就这个。这看起来还行。新经济。浅躺是什么？7600，那这个贵吧？这个贵。那咱 MD 浅躺的便宜点。7600应该是10000多的那个吧？没有。Thank you.